聊，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开箱制作互动装置的神器套件 Touchball Starter Kit。它有四大优势，可以带你轻轻松松做出一个触碰产生感应的互动装置哦。第一个，它 CP 值很高，几张蓝色小朋友就可以轻松得到。第二，电路板它已经有内建的程式，即插即用。另外也已经写好了16个互动程式，供你替换使用哦。第三个部分是运用 Arduino 编码器，它可以客制化的撰写程式再烧入进去。那第四个的部分呢，就是导电油墨，随画随变成互动界面，外加任何导电材质都可以连接运用。那像我们以前做的这些制作，都是用它来制作的哦。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套件里面有些什么吧。那这就是套件包的部分。那它其实很小，大概就是一个手机的宽度而已。打开套件包会看到说明书，那说明书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，那它里面有附赠一些纸的材料，你可以把它剪下来做使用。那它有一个底板，就是让你可以粘贴刚刚你剪下来的那些纸材。这一块就是 Touchball 的主板，那它主要的装置都是接在这个主板上面。那后面也有很详细的解释。那这是导电油墨，然后是比较小罐的，可以用挤的。那比较大罐的导电油墨呢，是可以用笔沾出来做使用。那这个是一个小的附赠的喇叭，它可以直接接在 Touchball 上，那声音也可以直接从这里输出。接着它还有附赠一些好用的小物件，比如说刚的小喇叭的充电 USB 线，接着是 microSD 卡的读卡机，那你可以替换那个声音的档案。接着就是这个 USB 线，是让你可以接电脑使用。然后还有导电油墨的画笔，然后还有夹感应物件的夹具，还有一些固定的小贴纸。那内容物就大致上是这样子咯。